熬夜了，打一场真的很累。OK， 拍摄。凯文还没进来，就等凯文吧。等一下我差不多，我十点半前吧，差不多。哇，你要死了！我刚放进来。两回合才。凯文呢？命他，他人。你拿过来啊。都来了。这什么？我去漫展看到基努里维，有人 cos 基努里维。我还以为你是看他本人。没有，不可能。金鱼是那个死亡搁浅的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不是有演那个什么《捍卫任务》啊？为什么会有人扣错吧？牛奶退嘞！他可能不玩。哦，没有，回来。不然先轮好了啦。哦。怎么又是我？我要玩什么？我不挡路，可是你是猫。风煞。没有。他们这局就没有打你。你可不可以放一下去？那我破坏角色了。你可以直接从这跳下去之类的。不小心换了。不小心。我最近看博人传了，不想看了。我觉得博人传有点烂。不想看笑话，但是我怕看了太多。别的话，你要看的话就看打架的那几下。哇，就是那个65看过啊。真心的打架不是很简单。哇，将近开窍了。没有，是他放水怎么开窍？开窍了。大西洋军队。我的我干你啊！我以为那个他是变泳装。哦，泳装的话会影响我的作战功能。泳装，还有泳装？没有泳装，我刚才只是看错，看成泳装。我们现在全部人都有泳装啊！你可以先看我的泳装，我马上。将军，你多少开枪呢？我边境开枪了。啊？牛逼！那很痛，超级痛。完了，我这
人不是可恶。乖。卖内卖内啦，卖内啦。硬皮都假的。不敢抓，不敢抓。啊，差一点呢、欸！哇，这样子你辜负了我们。Kira Queen， 快点拍！我蹭到，为什么我会输啊？为什么会输？那你那个键盘是很大声的。谁？抓谁啊？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我，我的键盘是蛮吵的。我要看一下我听着多大声。人家可能键盘很重。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傀儡、欸！你要用傀儡哦，是假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？万秒这么变成一个怪的，这是 Xbox， 我不知道怎么了，它可以改、啊。哦，哦哦逃死我！打这个有点大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可爱的托比哦，马威加油啊！打扁六霸拳！干！我要给傀儡加油！把那个霸拳打到我晕！你要为傀儡讨回一个面子！快把傀儡扔到身体里面！让他子宫底线没有存在，海板就没有，航板就没有，没关系，把他打到子宫顶为止。你这点子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按键盘的声音就有点害怕。想起想一个文章。我要不是要破一个呀，如果有忘记要去告诉你，旁边滋的声音好恶心，有一种考卷的感觉。太可怕了，不要！可惜，可惜。很毛虎的。
我。我放个加油音。在吗？猫魂先生，快用牛逼的白金之心想想办法。哎，你们听得到我放的音效吗？没有，听不到。干，枪声要烂啊！不想到了。Kira Queen。应该是这个东西。干，没办法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赢。黄金体验，我知道我要怎么赢的。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东西，它叫做随机，按下去，按下去。好、啊，这个，那你传贴图干嘛？那我们回马游戏室。我来，哎，可恶！好，按键了，按键手机。我来传个梗图。我们强国家坠，我物业坠落加速来了。我物业和强国一起坠落加速来了。哎，大家。哎呀，不能吃啊！啊，我只是想换个衣服，不要太脏的话。我好摸呀！你好。Oh fuck！ 还躲着吧？看着，刀劈人痛吗？啊，好屌哦！快，让他知道幼女的厉害！哎，对，嘿。想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逆向飘啊！感觉、欸、花火是不是还蛮强的、啊？好像很多人在玩。我知道蛮强。但是我说不出他哪里强。他的人数的主。你刚去找高僧姐吧。哎、这样刚才打起来太有打击感了。打这个爽停不下了。干不干？哎 ，Qin， 快翻白眼给他看，翻白眼给他看。两分。我靠！我干。Qin no li。この大刀サメ肌で削り尽く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。哎呦！あっけないですね。啊，我等下要怎么生存呢？又在土田上。讲完这土，你那个土那个兵那个什么，名次要带头，然后那个土田要带那个空伞。我觉得我都抓不到别人的影子，这组玩起来很狗的，真的。没有问题，我等下玩。不对，我好不容易等一下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还有，我们要是牛神仙打架，得去把阿凡打下来呀、啊！我不想跟他打。哎，王哥。哎，我怎么这蚂蚁在我身上爬？一三只哎！Johnny Just。
安安怎么没有选二位？哎，我都没看到你拿你最强的出来打。哇哇，这么狗啊！我还只有泳装哎，是泳装吗？可以吗？是吧？是泳装，地内他们。我是故意黑加最狗的家。厉害了！我只想在听八卦空档啊，我很好奇那个十一连胜是怎么来的，就打十一连胜，可是十一连胜很扯耶，我上次打一轮就快十一连胜了，就是跟一群新手玩。哎呦，好，决定的。我来翻看一下你的眼睛，不好意思。啊？我来翻一下你的眼睛。你要不要玩我这个组合看看？我想看你都怎么玩。这么刺激的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哇靠！有需要用这种巨大的邪恶来对我？他老阿嬤影响对手作战，一举爆，谢谢。我看你要爆了一句。你这是犯罪！你看，他大姐姐跟小萝莉都有。哎、欸，对耶。不同喜好。我好像看过这种类型的本。我看过很多啊。不过他更多，所以是。我第一批正常的。凯文加油！凯文加油！那你是得了的。你可以多用单手这样子，
好卡好卡哦！我不知道，哎哎哎，两百枚的力量。哎，我弄一下应该就不卡。你在宰一遍了？哎哎哎，没有。哎哎哎，走。反应，我没有刚刚切入，赶紧停一下。哎，这样正常一点的吗？看你是，你要不要分享刚刚在哪一边？没有啦，我刚才开 FB， 然后我把 FB 关掉了。开 FB， 然后突然就生气那种。你跳窗，我们会变卡。不是我把退学关了。你就分享，你就在哪一边就好了。我就没有没。男人吧，我们都是男人，我们懂。哎呦，一进来就看到凯文，敢吃大便吧？吃大便吧？吃大便吧？很凶哦！吃大便吧？吃大便吧？吃大便揍你！吃大便一样。感觉这样差不多哎，你知道吗？还想送啊？只有运气这么好的？我有点不知道要帮谁加油。帮朋友加油。两个都是。帮室友加油。可恶，我怎么打不过？可以做车。把哪个会介绍妹子给人，他就以后。因为我在卡，我一直看着钢索。依然，你要在干嘛？又看到太没有啦，我就观察你那个人物的动作，你怎么玩的？我看你钢索怎么玩。你刚就在宰钢索的本子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就靠太平讲话，那是他放的歌。哦，原来钢索是这样玩呐、啊！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可恶！可恶！钢索的人数好大。果然是巨大邪恶啊！看我输的好爽哦！输的好爽哦！什么鬼？然后把他打下去，我还想上厕所。可我还是赢不了的啊！哎、欸，你玩精液，我觉得精液我比较喜欢。记得要用那个服装，有没有？要用就是那个人界大战的，我懂不懂？不是，要用人界大战第五个服装，谢谢。没有，就是人界大战。我觉得我还蛮爱精液。不要这样，所以你刚去踩经验粉？没有啦。我打你一下都没死。哦，计时死哦。哦。哇，这也是巨大的邪恶。哎、欸，两个哎、欸，双倍享受。干等一下。哎，你这太狗了哦。干，其他等一下输的好爽。输的好爽。转圈圈！看，刚才北京怎样爆的？哦，哎，那个真的看不清楚，会被烟雾挡住呢。就在小董时候进攻啊，上眼法董董。OK OK。哎、欸，冲他小啊！戈登呢、欸、你？什么？哦，戈登差不多就是打法、啊，打法又不狗。被戈登给出神吗？戈登是一个烂人，应该吧？下棋啊！你在冲啊？你在干什么啊？要滚分啊！哦，喂，哎、欸，你给点机会，你不能因为就是
还暴雨张那个，来不及。战斗比我刚刚还要惨。哎呀，你说的呀！我已经掌握了你的行踪，你我已经不会再被你打到了，这叫做大脑。然后就没有了。干，不要这么小心啊！他的邪恶很小啊。被打到了，可是，小音，不要输给小音那小小的邪恶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呦呦呦！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告诉你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你第一次震荡，快点，我时间到了。来，我们快成功了，再冲成功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哎呦让我很怕哎、欸！他是打不赢你的。不行，我宁死不屈，就我不能输给他。我偷时间，偷时间，这张开始。对，我偷时间，偷时间 ，yes。yes， 你还多花一拳，不然你还赚好多钱。yeah， 所以说。我大概没事了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找来一招忍术什么的啊？太多我了，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只不过在一起不能而已。哇，好大邪恶哦！好大的邪恶、哦！好白的忍术哦！好丰满的邪恶。有没有输得很爽？爽，超爽！有没有赢得很爽？就像是新年穿上新内裤一样清爽。完蛋卡了！我抖动我的身体。哎，你们大概会玩到几点？我都可以啊。打完几场差不多，我这场打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就差不多了。哎哎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差不多就差不多了。我得养花人，真的你很好看。哎，没有好吧，很丑。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竹田的本。很可爱、啊，可是我对他本没有多大兴趣 ，you know。我要当他，我是李阳要赢的，我原来是我的错。今夜跟小樱我还蛮爱的。耶，我吃御姐姐。我相信穿着泳装那个能赢，穿着泳装能给人带来幸福。
不行啊，泳装给我送死，把阿凡打下去啊！没穿泳装都给我下去。去啊，苏杰，你们两个是掉假的吗？穿泳装得幸福。别笑啊，那超大声的，太嗨了！结婚者幸福，这叫假的吗？打死他！泳装者幸福。他是有哦，稍微我想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其实也不会影响到很多老实讲。其实我觉得没必要调麦啊，泳装者幸福哦，开头塞还差五秒欸，差点点，长大哎，快长大一个人数你就赢了，大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啊啊！可恶！好不念，可以啊！泳装，泳装，泳装，泳装哦！刚才谁把阿凡打下来啊？阿凡达，不是我说，谁去把他打下来啊？他站在那里很久啦。快点啦，我要去上厕所啊！这个任务就让谁来达成？1205小时。好，那我去动。我们是木叶家最狗的家族。一波最狗。都不会玩了，太太惨了。啊，留好言的，每日一干话。哎，是不是变得有点卡了？我来调一下。哎呦，还是没死。应该变有变顺一点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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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变正常了吗？有啊，刚才有卡小卡一下吧。没有。好吧。为什么不放大？你之前不是叫我说可以侧移然后放大？不想打那么糟糕。就好像老师教书一样，你来玩就感觉很简单的感觉，可是我来玩就不一样。屌、欸！哎，这个我也常常用这个招数。哎，还要不错哦。
可是刚刚那样为什么没中啊？好搞，来，他走了。他怎么断线啊？他说他走了，掰，然后就啊，然后就跳掉。所以换我。季瑟斯。哎呀，我血死的时刻到了吗？屌。再来跟我说要玩什么、啊？你玩那个好了，泳装千代啊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没有泳装，而且很重口味。干，泳装千代大小啊！干，很恶哎、欸！那我买，我有买，我有没有这种模型？你以为是闪乐神乐里面的泳装老奶奶吗？阿妈。干，害我有点胃痛了，好恶喔，好恶喔，笑死，来这个好了，哎呦，我看到有人的截图上面有一个小鹰腿抬起来，靠北，然后好像要踢人的样子哦，被截图下来，谢谢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、欸，我一直很看好你的。可是那腿抬起来有点……能？啊我。按我直跑销售。你们刚才那里会卡吗？会。OK， 很抱歉。说不定我的网络有点开始。好退了，他已经撑不住了，越来越卡，拍谁拍谁，嗯，我试着让他深一点，我在偷看 FB。这种不是你的身世会做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把浏览器关掉了。什么？我刚才也没看呢、啊。我把能关的都关一关好了。凯文不行，如果有替身，他就能替掉了。No！ 凯文想玩这招，他替掉，他替身替掉了。杰纳奇送你吗？我看他，我想看他这游戏里面是怎样呈现的。拜托你太假了。九连胜了，噔噔噔噔，看九连胜，然后可能我泳装千代玩起来，干净泳装千代，泳装千代是一
种视觉攻击啊。视觉攻击，这是幻术，没有人能跟这幻术对抗。欸，说不定你今天能破11连胜哦，说不定可以12、13连胜也有。妈那个人很，我觉得这个很帅啊，就是荣誉感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给我一点机会，这样子我以后才能跟我儿子说，我终结了一个玩火影很厉害的人，十连胜。啊？你有儿子哦？等一下，欸，为什么我是往前冲啊？不是我刚才按着防御键跟 A 键，我往前冲。把你给点机会。无论放奥义，他给你机会了。那本来不该中的东西，你就中了。没有，我该的，我不知道是我输你还是怎样。没中啊，小，你在讲什么啊？哎，啊！哎，土遁，你知道土影的忍术是唯一这个游戏奥义放不到人的吗？奥义放不到人，对，他是唯一这个游戏奥义放不到人的。我上次还拿这个组合跟那个凯文打。哦，对啊。嘿嘿。看，就是蹲在岩上。那图影真的是废物。超可怕的。图影很狗好不好？我操！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人才玩他，还不知道是心理变态还是心理变态。靠，对不起啊，没有啦，我你不算，你不算啦，你不算啦，哎，嘿嘿嘿嘿，亚罗，妈，你要真的？我刚才是看成哦，没事，我以为有傀儡。记者。但那个机械鸣人跑步真是让我想杀人，跑步姿势很奇迹，脑洞哎。
我原本也讨厌他。啊，现在你很喜欢他是吗？哦，那他这次硬直超多人。很恶心的是，会有人喜欢玩吗？你有没有遇到有人就是叫你教他火影，然后就是选这只？目前没有。真的很恶心。我遇到有玩这只的不超过几。把那机械鸣人干死，可以。要玩哟！耶！啊！都不回来，完蛋！还想玩呐、啊？这好可怕哦！一定是刚才的泳装带来的。哦，终于可以上厕所了。打完我就要关了。好卡卡了，对，卡了哎。我才 I don't know， 我现在没卡。我也没开过，你今天。神经伤害小。啊？你讲是？啊？
ジャンズーズ。また呼んでください。負けたら夢も何もない。リフェイズ。ああ、嘿嘿，哎哎我哎我要退了，不能退啊！啊，我等啊！要不然我先洗澡好不好？让我先洗澡。你多少多久？没有久。哎。是啊。我去洗澡，然后等一下，如果轮到我，你就嘿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，你们肯定知道。喂，拜拜。戦闘開始。こういうのはどうしてやる。遅いね。捕まえたよ。クズ。禁じた至高の術。やるしかない。これを捕まえた店だ。クズだ。捕まえたよ。クズ。捕まえたよ。クズ。どういうこと？又卡了，看来今天就这样了。Yep.
快了。
ちだよ。その力では何も